圍裙有，手套有，顏料都有。不過咧，我今日就唔係嚟呃 Jamming 嘅，而係咧今集2359帶大家去做半日紋身師啊！Hello， 我係 Sam， 我係 Ali， 我同阿 Sam 就係 In Bloom Tattoo 嘅紋身師。我哋仲有墨水啦、機器噶、Fastling 啊、紙巾啊、膠布啊、紋身針啊、膠紙啊啲 type 啦，基本嘅 setup 就係完。好多未紋過身嘅人啦，又或者係準備紋身嘅人啦，其實佢哋都有好多迷思。老師啊，都專業人士嚟噶，會計係嘛，精算師啊，啲美容師啊，國際學嘅老師啊，攝影師啊。我哋會同啲同學仔去分享一下紋身嘅文化啦，有唔同嘅風格啦，會有一個練習俾佢，有一個圖案，咁希望佢用個機器練習一下，有嗰個 connect 先。假皮上面可能佢一個平面，佢亦都唔係一個有觸感嘅生物，咁可能佢就盡情練習咯，由最基本學起嘅花啦，通常都最基本都係可能簡潔而容易去掌握嘅，都可能是牡丹啊、菊花啦。最特別的我就會覺得是媽咪帶個女嚟嘅，個女上紋身，需要詢問佢媽咪。咁 Fine Out 個阿媽仲玩得開心過個女，因為佢做到一啲佢想做嘅圖案之餘啦，佢都 enjoy 嘅，揾到自己想要嘅風格，而唔係隨便揀一個圖。撞衫都已經夠慚愧嘅啦，撞紋身應該係一件羞恥嘅事嚟。同學仔嚟上完之後，係咪就可以做紋身師？絕對唔係，呢個只係一個體驗嚟嘅啫。判斷自己究竟適唔適合去做一個紋身師啊，或者適唔適合去學習啦。舊社會就可能會對呢樣嘢有少少偏見，可能用啲咁輕鬆嘅手法去推廣呢個紋身文化，令更加多人去接受。